这他吃不了饭了，师傅，先走走吧，你走。哎，方大人，吃好些不了。这谁干的？小姑你看去了。咋？你咋知道？那就是你得画。哎呀，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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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弄。完了，你这样子，那个咋的呢？Thank you.
门下车，燕莎桥南。
藏起来，藏起来。正确的，我们要全世界关注我们，我们中国的。今天十月十号世界人权日、哎，我们今天是很勇敢的赶过来，赶过来的目的就是要维权，就是要维权，现在就是要维权的，咱俩老百姓现在搞得还我们家园，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还我们人权，我纸都拿出来，还给我们，我也纸都能拿。人权的，我们没人权。啊，没有人权了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下车，废话一样。